他们两个的缺点都是风扇在这里吹荧幕。那根本不是缺点啊！你的电脑都用那么久了，但就没有坏啊。我知道啊。那哪是缺点？热风吹荧幕会影响荧幕的寿命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的电脑，你的电脑多久了？你是吗？那三年呢、啊？三年都没有事啊，那不是还有好？嗯，那只是电池坏掉而已呢。嗯哼，下一站。下一站。